首先来看到是第十二届英国发明展，台湾的代表团呢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优异哦，23件参赛作品全部获奖，缔造了参赛5年以来的最佳成绩。台湾代表团呢夺下了22面金牌、9面银牌，还有7面铜牌，这是参赛以来拿到的最好的成绩。而尤其呢，金牌数也比上一次还要多了10面，创了新高纪录。今年大会呢，以国际创意、工业等5大项进行评分，同一件作品也能跨类得奖。而这一次呢，台湾代表团最大赢家就是台北城市科技大学，一口气拿下了9面金牌、1面银牌。另外，台北医学大学呢也获奖丰收哦，它以鼻腔填塞的发明获得了3面金牌，是得奖最多的单项作品。